三倍，你翻。三倍，你翻。各位，你先不用怕了。一，是啊，等等。阿奇。已经不用怕了啦！对呀、啊，一二三，你们有五张牌的机会，你们选一张，里面最高可以乘以三倍，最低的呢，倒霉的话也就是归零。好，归零只有一张，归零只有一张，选一张，对，选一张，你们自己决定。我要求验牌，先看一下，合理的，而且六张哎，六张选一张。哎、欸，很有诚意呢。哎，对，博生，好来，你们洗牌，你们洗啊。我们要找一个那个看起来比较喜气的。对，我觉得宇轩看起来很有喜气。你看，满脸通红，然后跟桃子一样。好，你先触牌，我再告诉你这张我们要不要，好不好？哦，这张不要，好，不要打开看一下，不要打开看一下，这张我们不要的哦，好不好？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，一样嘛，没好险，没用，好险，好险，没用。那过来第二个，选的我们要不要？好，我手是沙漠，我先讲这张。哦，中那一张不可不要，不要哈，不要哈，怎么样？要吧，这一张很可能是零啦。好，不要，自己看。不要 ，OK， 好险，好险 ，OK， 没事。好险，好险，不要，好。所以这里面现在有一二三，没有，零没，零点五，然后二跟三，零点五跟三，一半，一半好，一半坏。我看草莓看起来最垃圾，对。好吧，我现在选的是你要的吗？不一定要看你。我觉得笑笑看起来比较 lucky。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。好，你们两个同着一二三四，比出你要的位置，啊，一起比呢，来看对方。好，一二三四，一百七。嗯，好哟，一张是零，一张是三，我觉得。我给笑笑一票，我给笑笑一票。哎，不行哦，他等一打开。真的笑了，零，真的都大家都笑了。好了，怎么样？你说他们两个选对吧？可能会选草莓吧。哇，那宪哥决定，宪哥决定。好，草莓就草莓吧。草莓，决定要草莓，要的嘛，要的嘛。要。我先看一下，哎，自己一起看。你确定了吗？一起看喽。要。等一下，我用我那个每次抽到黄球那个必胜的招式。我就是要跪在这边。好，要好，这张要哦。三倍，来，三倍，你翻。来，三倍，你翻。各位，你先不用怕了。一，是啊，等等。阿奇，你先不用怕了啦。对呀。一二三，不要，阿耶。不要！讨厌！所以他刚刚抽的不是，该不会真是零吧？哎，笑笑那个可能真的笑笑哦。对啊，真的就笑了哎。各位，所以你们现在不会怀疑我会看人了吧？他今天看起来那个气有多旺。恭喜获得我们今天3万元奖金。哎，这个到这应该是我们三个分吧？我们三个分吧。没有，这样我们两个选草莓啊！白痴，我说选笑笑，他是不是就被笑了？那我，哎，我刚才用我的气帮你们用那一招，哎，我每次求就说，对了，好吧，四位平分一万，好不好？啊！哇，这么霸气！哎，我收红包袋啊！好，谢谢他们。